台中市私立惠民盲校今年迈入立案设校50周年，校方这天举办庆祝活动，以迈向惠民70展望未来为期许，邀请老员工校友回娘家一起同乐。惠民盲校是全国唯一完全免费的特殊教育学校，大家一起努力打拼，撑过难关，提供这群孩子更好的学习场域。校庆这天也有许多单位捐款，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支持这群天使成长。轻快悦耳的歌声飘扬校园，惠民盲校的学生在舞台上用歌声展现练习许久的成果，也欢庆学校立案设校50年。校方这天举行简单隆重的庆祝活动，市长卢秀燕也到场和师生同乐。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惠民盲校这50-60年来呢，一直陪伴教育我们的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们，他们在毕业以后呢，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好的表现。那有些孩子现在正在受教育当中，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这些学校的教职同仁，那历年的教职同仁陪伴守护以及教育这些孩子。惠民盲校是全国唯一的私立特殊教育学校，并且提供完全免费教育，历经经费不足，众人筚路蓝缕的撑过难关，希望能够提供这群孩子更好的学习场域，让他们看见一切可能，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。那我自己从事特殊教育行政工作已经30年了，我来惠民以后就希望把惠民盲校带得更特殊教育的专业，还有针对我们视障孩子的特质去给他们做最好的教育，启发他们的优势潜能。那学校的环境也都做了大幅的改善，也增加了很多启发学生潜能的活动。我最感到安慰的就是有的毕业已经50年了、60年的这些校友，他们分别从很南部还有北部就赶回来，这个就是带给学校了一个很大的喜乐跟安慰。那我曾经在这里服务过40年，所以这种荣耀我觉得我也能够分享，是我最大的一个快乐。校庆这天不仅有毕业校友上台演出，在校生也带来一首首精彩的表演，老员工以及校友也回娘家一起同乐，许多爱心单位也趁此机会捐赠学校经费，希望透过大家的爱心，让学校能够继续提供更完善的教育，帮助这些天使翱翔。记者陈庄台中采访报道。